一早六点出发，八点十几分就到东港了，要坐这一台哦。挥挥手，母女俩有小琉球，住七分宿哦。啊，第一站是哪里呢？花瓶石。花瓶石，走，我们已经来到小琉球喽。小琉球的招牌。招牌，招牌景点，好，花瓶石喽。哇，第一站就来踩水喽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哇，花瓶石好大哦。OK， 哇，蓝蓝的天空真是漂亮。好，有看到有踩水的欧巴吗？好，欧巴正在踩水，有没有？超好看的哦。哇，好美哦。哇。在花瓶石下面踩水，哇，真是！赶快去踩水，快点，那边不会滑。哇，木星，你今天是 backpacker， 浪花也很漂亮。哇，来到美人洞小琉球，景点很多、哦。对啊，还不错哦，要买票哦，120块有四个洞可以看，四个景点可以看。耶、yeah, ，漂亮！好，继续往前。好，来，我来看看。哇，小心头部，哇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哇，很特别耶。继续，哇，规划得很好啊，嗯，超可爱的。好，卑躬屈膝，卑躬屈膝，继续小心头部，哇，往上看，耶，总是别有洞天，真的。哇，天外天，从美人洞出来。其实我们11点就去吃啦、啊。吃。来这里赏美景，赏美景，想吃没有啊？蝙蝠洞，所以呢，我们需要被让勇者走前面，啊，匍匐前进好了。哦，看不到蝙蝠，哇哇，要走这一段还真不容易啊！可以，没问题，我还在拍耶。那到你了 ，OK。哇，群山美景，浪涛声不绝于耳。一直都有许多的洞穴，拍起来！小琉球的海鸥，哇，真是很有历史的遗迹吗？海上乐园。我们今天住在三楼的5:10，是啊，所以我们要来走走咯，因为光这里面就让人很舒服，所以走走看看吧。哇，清水模工业风，哦，真的觉得蛮好的，漂亮，你看到处都很明亮吧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来走这个空中玻璃步道，敢走的话你就走哦，我们来走走看吧。当然敢哦，还要去皇后镇呢。哇，舒服。哇，坐着不要动吧。嗯，快来。
看看外面的阳台，这是一楼的情况，很棒哦。哇，真是不容易，花三年的时间盖起来，然后目前才两年而已哦，两年新，真的是超新的。哇，这是我们在小琉球的住宿七分宿。哇，好舒服的色调，好棒的巧思，待会再一个一个介绍咯。好，主人已经先在这里休息了，因为待会下午要去浮潜哦。七分宿哦，清水模的建筑哦，三楼是我们今天休憩的房间哦。哇，美女坐在这里好有气质。我们来走那个哦，看我走那个，欢迎光临。好，欢迎光临。哇，有人要去坐天空步道，是这样的天空步道哦。这是接待大厅的一角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午后的阳光真是令人舒服，对吧？七分宿，有人在嗨，刚浮潜回来的，老板好，你好，OK。